我们请继续看礼长者的开示。我们从眼鼻世界中，从这个地方呢看起。眼鼻世界中有佛号不动智者，为名不动智佛，是十方凡圣共有根本之智。这一句非常重要。我们信佛呢，这个信心呢，就是根据这个建立的。啊，不动智就是根本智。啊，这一句前面呢，我们说的很多了。现在借助啊，看下面的文。明于此智，能生信心，故号之为来。这个来呢，就是我们在经文上看到来以复数啊，就是这一句。此不动智，一切众生常自有之。这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常住真心，六根的根性，所以说常自有之啊，啊，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啊。世尊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的啊，六根门头啊，放光动地呀，就是他了。在言越近，在耳越闻，啊，在鼻越嗅，在舌越尝，就是六根的根性。六根根性具足见闻觉知啊，那我们现在眼只能见不能闻，耳只能闻不能嗅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迷失了本性。所以六根呢，每一个根只有一个作用。如果我们要恢复本能，觉而不迷了，佛告诉我们，六根互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根都具足六根的功能。换一句话说，眼能见，能听，能嗅，能尝，能觉，能知；耳也如是，鼻也如是，身也如是。啊，身也如是，全身都能见、能闻、能觉、能知，真的一点都不错啊。佛给我们讲真话了，不是讲假话了。为什么六根都能呢？不单六根都能，六尘也能。啊，六尘要是不能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”啊，这一句话就讲不通了。六尘也能啊，色声香味触法了都能啊。
是物质的世界。所以佛说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心是什么呢？心就是见闻觉知。见闻觉知是一切诸法之体性。体性啊，是见闻觉知，体性所变现之物，当然也具足见闻觉知。古大德用比喻来给我们说，让我们从比喻当中啊去体会诸法实相。古人用金跟气做比喻，譬如以金做气，气气皆金啊。金是气质体现的，做出来的器皿太多太多啊，千万种花样啊，每一样东西，不论是大小金粗，都是黄金。造成的，都叫金器啊。那么它决定具足圆满金的性质，这个我们能理解，能明了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整个宇宙现象，包括虚空世界，微尘，既然是因心成体，它的体性是真心，是本性啊。真心本性，自自然然具足见闻觉知，哪有没有见闻觉知的道理呢？现在这个事情，日本的科学家从水，水的结晶啊，证明这个水能见、能听、能觉、能知，跟楞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佛说了，不单单是水呀，所有一切物质，大到世界。今天我们讲星球、星系，小呢的微尘，通通都有见闻觉知。我们身体是物质，每一个细胞怎么能说它没有见闻觉知呢？所以我们身上无论哪一处，你用针刺一次都知道痛痒啊。这个知道痛痒不就是见闻觉知吗？这是说明呢，一切众生常自有之啊，动物常自有之不稀奇啊，植物矿物也常自有之啊，只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，没有觉察出来啊。现在通过科学的试验发现，
啊，佛在经上讲这个现象被证明了。啊，经上所讲的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应心成体，这被证明了。啊，证明啊，一切一切都有见闻觉知。啊，所以整个宇宙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明于此之，我们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能起信心，信心从这建立。初心啊，这个信心一直贯彻到无上道啊，啊，贯通无受无畏因果啊，《楞严经》讲无受无畏，我们这个经上讲五十一位因果啊，《楞严》为什么又加了四个位次呢？加了四加行，啊，在三行跟十地当中，啊，就是第十回向跟这个初地当中啊，加这个四加行，啊，总共啊五十五位呀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这个此地讲的不动之佛。是根本智，是我们的本性，真如本性啊！啊，那我们平常佛法里就常说，我们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什么是佛性？现在明白了，啊，有情众生有佛性。一切无情众生有法性，啊，现在我们也明白了，啊，什么叫佛性，什么叫法性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见闻觉知。啊，佛经上也常常讲，灵明觉知，啊，灵知心呐，啊，简单的称呼。灵知，啊，体灵知，啊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了，通通都有灵知，啊，四相纵观有无量无边的差别，灵知没有差别。相有差别，性没有差别，佛性跟法性一个性啊，不是两个性啊。我们的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的，啊，这个性真性啊，再看长者给我们的开示，说若取相随迷，即成障无尽。啊，取相是着相，随顺迷惑，麻烦来了。随顺迷就是不觉了，不觉就会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六道凡夫如是啊，九法界也如是啊。四圣法界里面比较轻一点，
六道里头严重啊，最严重的是三途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设法界六道三途怎么形成的？原因就是这个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其中的因果，我们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宰了。我只要不迷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并没有彻底觉悟，没有明心见性啊，怎么办？佛菩萨教导我们，随顺圣教，不要随顺迷，不可以随，不可以取向随迷，立向随教。你看随教要立向啊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教我们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立相。我们凡夫是着相啊，取就是着啊，着相离随迷啊，立相随觉啊。凡圣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！佛菩萨给我们有什么两样啊？说老实话，没两样。我们穿衣吃饭，佛菩萨也要穿衣吃饭。我们每天个人有个人的行业工作，佛菩萨也有工作。我们跟一切众生往来有许多应酬，佛菩萨也不例外。没有两样啊。不同的地方呢，就在这四个字。我们取向随迷，他立向随觉，就这一点不同。立向随觉的人，永远住一真法界；取向随迷的人，这里都有十法界了。取向清，随迷淡一点，在十法界里面，你所住的法界比较高啊，层次高啊。如果取向随迷严重，你在十法界里面，你的生活环境啊就低了，就往下堕落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尘障无尽啊，尘是染污，障是障碍。我们今天遭到这个难了，所以说若一念觉迷大相，静若虚空啊，
这个若是假设，你一念觉了迷了，啊，觉迷就不迷了，大相啊，那是通达了，你就不着相了，大相你就不会取相了，啊，就离相了，就静若虚空。啊，什么东西静若虚空呢？变法界虚空界，性相、离事、因果都清净了。啊，虚空用虚空来比喻什么？比如一尘不染。你看虚空能容啊，所以我们的用心呢要像虚空一样，虚空能包容，它又不染着啊。虚空的相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真心的心相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呢，都是佛，都是如来啊，没有两样啊，真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，啊，为什么个你糊涂啊？就是取相随迷啊，你搞成这个样子啊，你本来不是这样的啊，啊，说老实话，现在也不是这样的啊。佛菩萨看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，你跟他一样啊。啊，你今天堕落成这个样子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正是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佛菩萨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啊，看到你是取相着迷，啊，事实什么呢？相也没有，迷也没有，啊，你自己以为有相，啊，自己迷在这个假相当中，啊，相根本不存在呀，啊，你迷在里头啊。如果这个相是真的，是存在的，啊，你着了相，哎，可以啊，讲得通啊，诸佛如来也赞成啊，也赞叹呐，啊，没有嘛，啊，相不存在啊，啊，不存在。你执着，你迷了，这不应该啊，这叫可怜啊。经常常常讲可怜悯者，啊，颠倒错乱，颠倒错乱在哪里？啊，你有什么可怜？无中生有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根一真，根本来居然完全相违背了，这真可怜了啊！这个不叫可怜，还有什么叫可怜？啊，整个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。这个真相果然了解透彻了，什么经都不要讲了。为什么？
讲来讲去还不就讲这桩事情吗？啊，你看看当年慧能大师在黄梅，五祖传法给他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不是细讲，讲大意啊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豁然大悟，完全明白了。这明了之后呢，后头经不要讲了，没了，没得讲了。不但《金刚经》没得讲了，所有一切经都没得讲了。一通一切通，一了一切了，慧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啊，你一看他悟了之后，啊，这个悟是什么呢？转过来了，立相随觉。就是李长者此地讲的觉迷大相。啊，怕觉迷大相这四个字诸位看到不太好懂。啊，我换一个讲法你就好懂了。立相随觉。啊，你跟上面那个对起来。啊，上面他这个句子取相随迷，反过来立相随觉，这个觉迷大相啊，大相就是立相啊，觉迷就是随觉。我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啊。六祖在黄梅半夜传法听金刚经，就是在这里一个大转变了，问题解决了。离开黄梅没多久啊，避难途中他就开始为别人讲经说法了。啊，头一个遇到的时候，无尽藏比丘尼。啊，如果要从慧明，慧明是追他了，追上了。啊，就夺一波啊。他看到无可奈何了。啊，他把一波放在路边石头上自己躲藏起来。啊，慧明在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的。啊，他是个军人了，看到一波在那里，很欢喜去拉，拉不动。这个时候，自己才真正生惭愧心。啊，一波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拉的，你拉不动啊，啊，这才忏悔。啊，求慧能出来。啊，他说我是来求法的，不是来为一波，不是来夺一波的。这个念头还转过来，慧能给他说法了。啊，他一听就开悟了，这是什么？转回过头来了。为什么他在黄梅那么多年他不开悟？
观念没有转过来。我们学佛同学这一点要注意，昨天晚上我跟格里菲斯大学校长在一起吃饭，谈到这个教学，他问我，你的老师很高明啊，教出你这样的学生啊，现在你有没有教出这个能够集成你的学生呢？我跟他说，在我面前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的网络教学传播很广，在网络利用网络教学的，我相信一定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跟他讲，学生对老师要有信心啊。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呢，要不受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才能成功啊！校长听到也点头啊。难了，这太难太难了啊！这就是什么呢？取向随迷嘛。取向随迷怎么能成就呢？你遇到再好的老师都没用处啊！真正好老师是教你什么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教你理向随觉。你能不能转过来？你转过来是你的成就，你的成就不是老师教你的，是你自己转过来的。所以无足跟这个能大师讲，谁度你的？自己度自己，自觉自度。老师再高明的老师，给你只做一个正上缘而已。提醒你你原来不觉，提醒你一旦觉悟了马上回头，哦，原来我自己有觉性了自己有佛性自己有本善了纯净纯善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本来具足啊，现在也没有丢掉啊，六根根性纯净纯善，佛祖告诉我们，譬如我们眼睛见见性，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一切色相，第一念是见性见，真心见的，跟诸佛如来见决定没有两样但是到第二念呢就变了，第二念怎么样？天天着了，着相随迷了。第一念的时候不着相也不随迷，那真的是立相本觉，非常可惜，第二念就迷了。那个第一念跟第二念的当中简直没有间隔啊。那个念就快呀，人王经上佛方便说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那个生灭就是念头，就是念头的起灭。你看第一念，你是本觉。
啊，立向本觉。啊，第二念就落在意识里头了，意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。太快了，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凡夫成佛要多久呢？一念。啊，这个一念呢，真的是亿万分之一秒啊！这个星期二，我请钟茂生教授到这边来给我们上两堂课，啊，一堂用华文，一堂用英文，啊，我让他讲最近他从网络上下载美国一些科学家新的发现，宇宙的起源，越来跟佛经上讲的越相似了。那么这是理论啊，理论上发现的，事实还没有办法证明啊，它是用数学来推算的。啊，讲到这个宇宙，确确实实没有空间的距离，没有时间的先后。啊，宇宙的起源就跟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。这个发现呢，可以跟华严经啊，给华严经做印证的啊。但是华严境界那是事实了啊，科学才等于说才听说而已啊。怎么能够进入境界呢？只要你能够立相随觉。立相是定的，随觉是慧呀。佛法里面常讲的定慧等学，定慧等运，运是运作运用啊，甚深的定慧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心永远在定中，应化在九法界，应化在六道三途，广度众生，他心不动啊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为什么？实在讲，这就是焦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所说的“舍实用根”。啊，它实现在九法界，九法界就是包括六道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实是动的，性是不动的。啊，你看它舍实用根。用六根根性，这就是如来啊。
九法界里面的凡夫动的，真的叫大风大浪啊！那个三恶道啊，我们可以用惊涛骇浪来比喻啊。可是如来他用根中之心，他不用六识，他用六根根性，那就像虚空一样。所以说静若虚空啊，你什么样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你动虚空不动啊。诸位从这个比喻上细细去体会，所以佛化身菩萨的心从来没动过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在一起啊，用种种表演、种种言辞来教导，他从来没动过，所以佛才说啊，他49年没有说一个字啊。哎，你要说佛讲经说法就谤佛了，佛哪有讲经说法？他所示现种种形象啊，天天为人表演，是在讲的是一个动作他也没做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这个话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随喜功德是什么？功德就是定慧。我们在经上常常念到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，那是讲什么人呢？立相随觉啊，立相随觉，那就是那且常在定啊，如有不定时啊。啊，那个境界，我们凡夫粗心大意，永远看不到啊，摸不着啊，啊，你也想不到啊。凡情永远是动的，苦在你这里啊！我们要学佛，要在这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可不可能？可能啊，在理论上讲毫无问题啊！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一刹那，一刹那已经是太多太多时间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刹那里头有900生灭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啊，佛说一弹指有60刹那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弹指之间。哦，那时间太长太长了，你就成就了啊。问题你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啊，转不过来呢慢慢学啊。怎么个学法呢？就大乘经教啊，不断的学习啊，我们要离开学习就不得了啊，离开经教的熏习，你肯定是世间烦恼习气的熏习啊，就是说你不接受立相随觉的熏习，你肯定是取相随迷的熏习，你不可能
不接受讯息，啊，只有真正证得无上菩提了，这才没有讯息了。啊，虽然没有，还要做出讯息的样子给众生看，为什么呢？度化众生，啊，自己成就之后啊，永无止境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啊，虽然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辛不辛苦呢？一点辛苦都没有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立相随觉，啊，那个时候真的就像佛在经上所说的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入这个境界了。这个境界我们不是提升呢，就几乎到圆满了，真正得大自在，真正得解脱，圆教初住以上啊，化身菩萨了啊，也就是他们才真正立相随觉啊，才真正做到啊。十法界里面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啊，连佛包括在里头啊。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啊，华严宗所讲的小教佛、实教佛，都没有完全做到立相随觉啊，他们所做到的是相似，有一点像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呢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到一真法界去做佛了啊。我们这里叫他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是真佛。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诸佛，啊，诸佛，他就讲，原教初住到等觉，四十一位，这个叫诸佛，真佛不是假佛，我们对这个事情真的是不了解，所以在平常不肯用功啊。啊，功夫怎么用呢？我真的接触出家人头一天，张家大师就把用功的方法传授给我了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啊，看破从哪里来呢？看破一定是经教熏习，啊，我每天都见，每一天言教帮助我看破，啊，这个帮助我看破，看破的时候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总不外乎嘛，面对着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。慢慢学着放下了，不要再计较了，不要再认真了，啊，不要再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那我教同学最初的方便，不要再有念头想控制，不再有念头想占有，真正下手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对世间法、对处世间法，通通要用这个心。啊，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，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，静若
虚空啊。你得自在啊，啊，你得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禅定啊，你得智慧啊，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事，你没有不通达明了的。这是真的，这是你带得去的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都是假的，啊，都是带不去的。啊，你没有觉悟，你带去的是业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了。你觉悟之后，你带得去的是定慧。啊，戒不必说了，在里头，定里头有戒，慧里头有戒。啊，定慧就是你决定不会犯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放下了，占有的念头放下了，你还有什么过失呢？你们想想看，啊，不说九法界了，单单讲六道，或者是单单讲我们人道，啊，人道所有一切的罪孽，不就是想控制、想占有？啊，有这个念头，智慧没有了，完全迷了，取向随迷呀。六道众生呐，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，算是很幸运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也迷呀，迷的也相当严重啊。啊，算是年轻的时候遇到善知识，遇到正法，豁然大悟。这才知道回头，啊，回过头来，这几十年的历练，啊，就是练的时候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啊，看破放下相辅相成，这层次越来越高啊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充实啊！啊，总算是脱离了凡尘，啊，得佛菩萨的受用啊！那是真实的呀。下面这一句，但为随迷城外悟出原来啊，这就是讲来以佛所这一句啊，来怎么着，悟了就叫来，迷了就外，就去了，悟了就叫来了。你看这个事项啊，神通现象，啊，现象，表法的意思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啊？哦，看到许许多多这菩萨了，哦，从很远很远地方来了，来到佛这个地方了，来表示悟啊。啊，离开佛了，去了，去了迷呀，迷是去了，悟就来了。
其实事实真相里头呢，没有来去，也没有迷雾。迷雾不二啊，来去不二，那就入一真法界了。一真就是不二。有缘有尽是二，有过去有未来是二。今天很难得科学家能够有这个发现，我们听到很欢喜，总是进了一大步，所以这些科学家如果能听到波尔法门，我相信他一定有很浓厚的兴趣。现在时间到了。